一到茶网茶文化，安化黑茶有消食夸有减肥降三高的功效，一直为女性茶友所喜爱。而黑玫瑰有着和血利气、活血美容、排毒养颜的功效，可以说是女性的最爱。当两者相结合，会产生怎样的神器呢？功效一，生态美容黑玫瑰。黑茶选取的黑玫瑰和黑茶都是生态有机、绿色、纯天然，原料生态为基础，再加上黑茶本身具有的显著减肥功效和黑玫瑰的活血美容、排毒养颜功效，二者相结合，生态美容，健康无害。功效二，抗衰老。黑玫瑰黑茶有着很强的抗氧化作用，一杯黑玫瑰黑茶具在抗氧化上的功效相当于两瓶红葡萄酒，在抗氧化、抗衰老上有着很强的功效，同时价格也实惠，可以说称得上实惠美容的良药。功效三，神秘玫瑰黑金。功效更强，黑玫瑰因其独特的配方、独特的工艺，能产生一种促进和调理人体阴阳平衡、减少机体消耗、加强细胞再生、保持气血畅通、维护身体稳定的神秘物质玫瑰黑金，具有很好的活血美容、排毒养颜功效，是无任何副作用的纯天然保健佳品。黑玫瑰黑茶属于黑茶的再加工产品，在本身保健功效显著的黑茶上再度融入可以锦上添花的黑玫瑰，让保健功效更为显著。当然现在也有很大其他类似的保健茶也逐渐开始兴旺，茶行业面临多元化的发展，也是未来的一大趋势所在。